农历正月初九，天公生，新竹天公坛在这一天人潮众多，大家以虔诚之心祈求玉皇大帝保佑一家大小的平安。新竹市长林智坚在初九这一天也前往天公坛向玉皇大帝祝寿，并且祈求天降甘霖，疏解水情稍有吃紧的状况。祈求我们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啊，另外，拄只吼，我咧拜时阵，特别咱天公做报告啦吼，讲咱最近吼，因为雨水较少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整体来说吼，这个水情有一点点啦吼，啊袂咧，但是有小可吃紧啦吼，啊，所以我特别咱天公做报告。因为咱新竹市是一个幸福的城市，啊，另外咱新竹市有全台湾上重要的这个科技重镇科学园区，伫咱新竹市啊吼。那么园区的用水用电需求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我就被他提供做报告讲吼，请伊保庇哦，保庇咱这个最近吼爱贪做的这个雨水哦，希望能够。天降甘霖啊吼。市长林智坚带领市政团队前往天公坛向玉皇大帝恭祝圣诞千秋，并且虔诚祈求新的一年新竹市政事事顺利，市民平平安安，同时感谢天公坛筹办各项公益活动，给予新竹市民无限的力量。台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。